窗上出现你的笑脸，突然间就点燃我的天，彩虹一片片环绕我身边。这些年无论风雨晴天，你都在身边，回首间在阑珊等你也甘愿。流星划过的夜晚，光芒是我的诺言，我学会勇敢。流星主任，我们现在要去找个地方逛街。先借你一些钱，等你赚了以后再还给我。魏巡，你觉得你现在行为合适吗？我知道有个地方特别不错。你什么事情都跟他说。你每天都和蒋元义在一起，你让我怎么跟你说？我就这么不值得被你信任吗？如果我是你女朋友，我就不会那么惹你生气了。经过公司的考虑，你的方案不能通过。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否决我的案子，你给我面子吗？你就不叫韵律，你就叫癫痫。我会满足啦啦队队长提出来的任何要求。谁稀罕？自大狂。输了的人要直接退出啦啦队长的选拔。一群小女孩的争来斗去，无聊。我应战。我不管，我要赢，我要云海答应的那件礼物，我要他向我当众道歉。朱雨荨，你一定要赢，要赢。他怎么了？身边的一切，台下所有人，尽情发挥啊，雨荨！加油，雨荨！邓墨，你这个咒语管用吗？当然管用。我是这么启发的。楚雨荨，你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。忘了身边的一切，忘记台下所有人，忘记跳舞动作。
太肤浅，哦，有无情的界限。姐，你看，香山、钙片、蜂胶，哎，还有燕窝，这个一定要吃，这个是美容的，吃完之后会变漂亮。你发财了。买这么些补品干什么？买给雨荨啊。雨荨年纪轻轻的，吃补品干什么？姐，她现在那个排练非常辛苦，那是一定要补的。雪村，你又打什么鬼主意啊？你的钱可向来不是白花的，你这算是什么投资啊？我关心我外甥女儿不行吗？哎，如果你非得说我是在投资，那就是一个健康投资。你要知道，现在他准备的那个比赛那有多重要。不就是个啦啦队长吗？我还不同意呢，学习最重要。选不选上这个队长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选上队长的这个奖品。奖品？嗯，什么奖品？一个承诺。承诺？对呀。承诺算什么奖品啊？这个承诺它值好几十亿，你说算什么奖品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快说说。云海说，谁能够选上这个队长，他就给谁一个承诺。雨荨现在只要稍微一努力，就肯定是这个啦啦队长了。那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云海白给了咱们家雨荨一个机会啊。你想想看，雨荨拿到了这个承诺，跟云海说，你要给我一个承诺，你把我给娶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哎，那慕容家的好几十亿的，那都是他。雨荨会提这个要求吗？对，就算雨荨他不会提，那我可以。
了？哎哎，姐，你先别跟雨荨说啊。五六七，走。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我的身边？整个人从此为你沦陷。为什么我会挂念，在我心里面总会浮现你的脸。我知道要收敛我心中的杂念，这样下去太危险。哎，你是嫉妒安远还是嫉妒云海？说什么呢？他们关我什么事啊？得了吧，无风不起浪。我看那个安远老师对楚雨荨真有点意思，不然云海的醋不是白吃了吗？什么白吃了？连安远的醋他都吃，他太不相信雨荨了吧？哎，反正啊，你就别掺和就行了。我什么时候掺和了？假话。好了，大家休息吧。你们都过来了。雨荨加油，我们支持你。别闹。雨荨，我们都加入你的后援会了，你要加油哦。嗯，有你们这样的支持啊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多木，你不帮我加加油？他们已经说了，我没什么可说的，先走了。这怎么不高兴啊？那你什么时候见他高兴过？对啊，我们俩一直跟他在一起，像我这样的阳光少年，哎，都变得忧郁。别那么忧郁。端木，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不高兴啊？没什么。有什么话你就说，骗不了我。雨荨，你跟安远，你也会这么想？你跟云海冷战，也是因为他吧？云海他就是爱吃醋，谁的醋他都吃。就受不了他这样。你是不是应该找他好好谈一下？如果谈能解决问题的话，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了。那好吧，如果你不需要我介入的话，那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难道不记得了吗？我曾经告诉过你，他要给拉拉队长一个无条件的承诺，他在等着你去给他道歉。我先走了。我又怎么了？你太小瞧我了。我又怎么小瞧你了？你是不是说如果谁赢了比赛，你就给谁一个无条件的承诺？谁告诉你的？你管谁告诉我的，反正我告诉你，如果我赢了比赛，我也不会和你和好。我再问一遍，谁说的？你管不着，说，这是我的一个秘密。也说，上官，端木。哎呀，于海，你真的太小孩子了，知道吗？端木，哎。美女，你在看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啊？真有深度。哎，郭敬明的书你看过吗？云海，干什么？那件事情是不是你跟雨荨讲的？哪件事？就是如果谁赢得了啦啦队队长，我就可以无条件答应他任何要求。云海哥。
加入 H4也可以啊，我参加。下辈子投女儿去吧。是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玉珏，我希望你能胜出，而且我希望你胜出之后能跟云海和好，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云海是真心爱你的那个人，无论他多么鲁莽多么冲动。你凭什么这么想？凭什么就认为如果我赢了就一定会和他和解呢？哎，玉珏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不想解释。你破坏了我的计划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就是背叛我？随便你怎么说，但我希望你尊重玉珏的想法，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还有，你要相信玉珏，不要把任何跟他有关系的男生都当做你的情敌，好不好？我们俩之间的事用你管，我可以不管。但雨荨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请你不要因为些小事就伤害他。我怎么伤害他了？好了，你说。算了，别说了，大家都看着呢。看什么看？别了，为什么你总是不会尊重你身边的人？现在是你影响了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影响了你。告诉你，端木雷，我跟你再也不能来往，我会对你不客气。子贼。子贼刚才在这里大肆的喧哗，子你，就是你啊，端木雷！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大肆喧哗？有事情出去说。好啊。都不要看了，好好看书。挺好看的，干嘛去啊？关你什么事？走了。哎，哼！原来你说的神秘礼物是认真的。是啊。那如果我赢了，你这话也算数吗？你说的每个笑话都好。你不可能赢。事实无绝对。如果我赢了，我要你答应我。如何都不诚恳。答应我跟我一起去哈佛。本来我觉得做啦啦队队长这件事情很无聊，可是现在看来事情变得有趣了。云海，我会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的，我一定会赢楚雨勋。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。在生气啊？没有啊，如果生气的话我能来吗？况且你那么忙还请我吃饭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那就好，你看啊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我对你好不好？好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应该。那我试一下。叶硕啊，能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吗？你又对我有意见了？不是啦，我是觉得上次那个会呢，你当面跟我的投资方起那么大的冲突，我想你有点太过分了。朵儿，你也看到了，那次真的不是我冲动，那个家伙根本看不懂我的企划，他质疑我，而且说话又那么难听。你说我生不生气啊？是啊，投资方呢说话是有点难听，可是作为投资方对我们的方案做出质疑，他
他是有这个权利的，而且你这样跟他争执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反而呢会觉得你更加好了。你是不是又想说不成熟不稳重像个小孩子永远长不大啊？拜托朵儿，你不要老在我面前说这种话好不好？你说什么都行，但是说我像小孩子我就生气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可不想我们这次约会又不开心了。你先吃，我去一下卫生间。好吃。我刚刚一直在想，难得你今天这么有空，而且又请我吃饭，那我请你看电影。我明天有个会，等一下还要回公司整理资料呢。啊，又要加班啊？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的时间完全由我支配呢。对不起啊。你的道歉显得不够诚恳。我怎么不诚恳了？你看你又来。好了，开玩笑的。那这样吧，我陪你去加班好不好？我可能要很晚的，你还是先回学校吧好不好？不乖。好吧，来，我喂你吃一个。那我也喂你吃一个。一会儿你就不用送我了。来，雨轩，把这喝了啊。我喝不下了。这是补品，饭后吃效果好啊。我真的不需要这个。哎，你给我妈妈喝吧。这孩子，你妈又不选拉拉队长，你给她喝什么呀？什么话呀。哎，舅舅啊，你怎么那么希望我当拉拉队队长？不，你舅舅都会打算盘，当然再算对他有好处的账喽。哎，行行行行，等你刷碗啊。我当拉拉队队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为了学分，我就奇怪了，你激动什么呀？哎呀，就你那点破学分，我才不稀罕呢。你最重要嫁得好，那才是。停停停停停！我嫁人和挣学分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大了。你说。我不说。你说。我就不说。你是不是看到什么消息啦？消息怎么了？我告诉你。有的时候小道消息比天气预报还重要。是关于云海的吧？你也听了这消息啊？舅舅，我告诉你，我都和云海说清楚了，我不会和他提任何要求。哎，雨轩，我……哎，别跑啊！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怎么了？哎，姐，要不还是你去做一下这思想工作啊？你要告诉他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要让他明白这个道理。我才不管呢，他和云海分了手，倒随了我的心愿了。你看看那个云海，多不踏实，多不成熟。那谁踏实，谁成熟？端木磊，端木磊就踏实，就成熟。那他们两个谁更有钱？钱钱，一眼里就只有钱。我眼里只有钱，我眼里只有这个家，好吗？其实云海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对的，至少说明他在动脑筋，找机会找借口和我和解。我好像做得太过分了，云海，对不起，我有点后悔了。我一定会尽力争取拿到比赛的冠军，到时候我要提出要求，让你向我道歉。
都好陌生。面对面，问候如何都不诚恳。我一直就觉得好像有人跟着你，可是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你。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你打招呼。对了，我看你跟你的小男朋友相处得挺好的，看得出来他很爱你。是啊，哎，别总说我啊，也说说你啊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啊，三天前。哦，休假吗？不是，工作。你不是去国外读书吗？是啊，我在国外待了半年，本打算读完经济学硕士课程，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机会，我不想放弃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呀？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国际知名品牌的总代理，我还是想在实践中和商场上打磨自己。挺好的呀，你能力那么强，一定能做好，我相信你会成功的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，只是做着试试。小林，我觉得你变了。变了？怎么变了？你以前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吗？总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成功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我以前是很自信，不过那是盲目的自信。哦，不应该说是自负。你以前不也是这么评价我的？对啊，你就是自负。你要是不自负，我们两个也就不会分。是啊，如果不是我自负，可能我们也不会分手。时间不早了，我明天还有一个会。我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，忘记一个人，快乐就是牵。小丽她真的变了，变得成熟。叶叔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一个懂事的人啊？我真的好累。欢迎光临。我最讨厌陪女孩子逛这样的店。哎呀，你就别板这个脸嘛。其实今天看见你不开心，拉你出来散散心，又不是找你陪我逛街的。哎，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应该感谢你了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想感谢我的话，我不会拒绝。哎，云海，你看这个头花好不好看？还不错。嗯，咦，这个挺好看的，谢谢啊。啊，这个我买了。你好，39.8。这个是送给雨荨的吧？啊，给您，找您钱。我知道你跟雨荨还在冷战，这个显然是你给他赔礼道歉用的。既然你知道了，但是你要保密，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。好兄弟，走了。丽丽啊，嗯，上节课的题你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哎呀，我都没有记住，怎么办啊？没事，就包在我身上了。哎，这是谁放在我柜子里的？什么呀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哇，好精致的礼物啊！快打开。好漂亮的头花啊！快看看，是挺精致的啊。哎，还有个卡片啊，上面写名字没啊？没有。是你的仰慕者送的吧？我好羡慕你啊，雨荨，这么漂亮的发夹。哟，挺漂亮的卡子呀。看来
有人很关心你啊，要加油。你也加油。嗯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一起努力吧。丽丽，嗯，必胜，必胜。当当当当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谢谢啊，好香啊！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嗯，五分钟，五分钟就好。怎么又是五分钟啊？昨天不是说好了可以按时下班的吗？我这些资料呢，明天开会要用，所以要把它看完。你先坐在那里等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 H 四啊，最近在学校里有没有闯什么祸呢？闯祸？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，闯什么祸？我们今天有什么安排啊？去吃什么东西啊？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说先去看电影，然后去西餐厅吃饭。你到底有没有记得？对不起，我太忙了嘛，别生气好不好？我马上就好。好了，可以走了，我们去吃饭。哇，这束花好漂亮啊，我真的是非常喜欢。回头啊，我让我的秘书找一个漂亮的花瓶来配它。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。什么重要的日子啊？你说呢？我说，我不知道。什么重要的日子？很快说嘛！你真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今天，我就急中惊险，请你心情回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听你开朗笑声，你快点告诉我啊！快说啊！好想陪你狂喜。怎么了？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没有特异功能，你会记得的。记得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每一分，每一秒，特别是你们山盟海誓的日子。你先忙吧，我走了。叶硕，叶硕，叶硕。守在每个精彩过程，直到有天你会心痛我的心疼，把我当作分身情人，分别感受你的苦乐，幸福在不同场景记录着我们。你们怎么都来这么早啊？昨天啊，练得我腿特别疼。哎，雨雪，你的发夹好漂亮啊！是啊，在哪买的呀？好像是七色花吧？我为什么不说话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东西大有来头呢。某某同学送的吧？哎呀，什么某某啊？不是某某，是某某某某吧？张瑞坚也是四个字啊，应该说是慕容某某送的吧？好了，我们后天不是还有比赛吗？我们训练好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配合你拿冠军的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慕容小姐，下班的时间到了，要是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先走吧。好，再见，慕容小姐。嗯。
喂，小黎啊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好吧，一会儿见。这种环境你不习惯是吗？没有啊，这个地方以前不是来过吗？是啊，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我没有钱，只能到这种地方吃饭。那你现在也没有钱吗？怎么说也是品牌的总代理啊。我现在虽然没有你家有钱，但是请你吃顿好的还是可以的。只是很长时间以来，我对吃的没有什么兴趣，就像汉堡包、盒饭。天天吃也不会腻的，不过我今天突然想吃一道菜，这道菜就是这家餐厅的东岸子鸡。这个，记得那时你带我来的时候也给我推荐这道菜，说他们家做得特别地道，不过真的挺好吃的，我也很喜欢吃。来，尝尝和以前一不一样。味道跟以前一样的，还是很好吃，你也吃啊。对儿，你觉不觉得这道菜很像我们之间的经历？你不会是带我来怀旧的吧？我并不是想要借此抒怀，让你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我这个人缺点太多，配不上你。以前我所犯下的错误，特别是失去你，是我一辈子心里最痛的事情。但我不能一次就被打倒，我要继续走下去，让从前所犯过的错误以后不再犯了。早点休息。你也是，开车小心一点，拜拜。拜拜。谁送你回来的？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说啊。别闹了，走开。你这样对得起爷爷说吗？你怎么又跟他掺和在一起了？什么他的呀，人家没名字啊。说呀。小海，你们两个又吵什么呢？啊，没事，跟老姐聊聊天。啊，走啊，跟我把事情说清楚。什么？走啊。什么可说清楚的，你今天我疼了。走，弄疼我了。你轻一点。说干什么呀？老实交代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好了，我告诉你今天的事。第一呢，这是我的私事，麻烦你不要当闲事婆好不好啊。第二，不许多嘴多舌跟爸妈打小报告。第三，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我跟小黎现在只是好朋友。第四，不要告诉叶硕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慕容云朵，叶硕是我好朋友，你要敢伤害他。我也警告你慕容云海，你要敢在我和叶硕之间挑事的话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还有，你要实在挑的话，我也不怕你，因为我和小黎现在只是好朋友，吃个饭而已。我现在想睡觉，晚安。喂，哎，老姐，晚安。乖啊。没事。
轩，怎么才回来啊？今天累不累？今天还行啊，马上就要比赛了，能多练一会儿就多练一会儿吧。快洗吧，快没水了。知道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一会儿见。好，拜拜。祝雨荨加油啊！雨荨，登木，怎么现在才来啊？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我想多练一会儿。我先进去了，一会儿没热水了。嗯，加油啊！好。我宁愿不要飞翔。